哎，大鹏，你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明天就交稿。 房卡了，帮我看下门。你是住这屋的吗？是。你等一下啊。前台，前台。哎，收到。0237的客人说他没带房卡。是不是他？谁呀？真的是发小卡片。让客人报一下入住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来，跟你说吧。嗯，我知道。 朱大鹏，43003-1986-0906-0017。 我真的没有出轨，十一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。